防护这血脉之源，人民决战。百万灵力之上是神明规则的战法，继续成长的龙皓晨，现在的你还太稚嫩。一旦成功完成神眷觉醒，即为神眷者，同时你还能获得神明赐予的天赋技能，并且借用神明之力。这就是神眷觉醒给我带来的天赋技能。他也有神眷体质，而且距离觉醒不远了。没想到我们几个都已经死过一次了。谢谢龙兄弟所做的一切，既然行动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几个也该回镇南关复命了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张放放，这把刀你拿着，之前你救我一命，以后你可以用这把刀向我提一个要求，只要不违背原则，我王圆圆一定万死不辞。战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我不喜欢欠人情，很麻烦。好，我收下了，那咱们后会有期。董团长，我们就先走一步，我去复命了。龙兄弟，后会有期了。多谢龙团长救命之恩，以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，我等在所不辞。他是个好人，我知道。小雷，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去了。光明之子，为了感谢你们对梦幻天堂的帮助，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们。啊，是灵炉啊！没错，这是我挑出来最适合你们的灵炉。理论上来说，灵炉越多越好，但灵炉如果互相冲突，反而得不偿失。我吸收千机灵炉时，是靠巡回灵炉强行压制，若是再吸收，恐怕会出问题。的确，每个人能吸收的灵炉有限制，但我可以帮你们进行灵炉合成。灵炉合成？将拥有的灵炉合二为一，保留原本的能力和属性，不仅威能会提升，还能孕育出新能力。这就是梦幻天堂最大的奥秘之一。可皓晨为什么没有新的灵炉？因为梦幻天堂已经没有更适合光明神眷者的灵炉了，再吸收一些其他灵炉对他未来并无益处。不过我可以帮龙皓晨体内原有的两个灵炉进行合成，威力也会大大提升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来合成灵炉吧。光属性灵力，还可以自主施展超强光系法术辅助作战。丝焰灵炉和焰之鹰灵炉合成星焰凤凰灵炉，拥有超强爆发。紫雷灵炉和光之重影灵炉合成紫幻神雷灵炉，拥有惊人的雷系破坏力。替身灵炉和时光灵炉合成时光之蝶灵炉，同时开启三倍生灵之门，主宰世间生灵。之门灵炉，穿梭空间，神妙莫测，随心掌控战斗节奏。
光之守护灵炉和光之聚合灵炉，合成光之必要灵炉，战场能量支援，团战绝对控场。星辉灵炉吞噬了千机灵炉和真实之影灵炉，杀伤力大幅提升，可以每天使用一次巡回灵炉而不受反噬。彩儿，怎么了？彩儿，你没事吧？他那巡回灵炉过于霸道，我送你去帮他把他唤醒。醒醒，彩儿，彩儿，你们已经没事了，那就是时候说再见了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你们离开之后，梦幻天堂将关闭，我会一边重建梦幻天堂，一边清除魔族制造的梦魇。但此次魔族也损失惨重，我有预感魔族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梦幻天堂乃是命遗迹，魔族无法轻易进入进行报复，但你在外面可就太危险了。你之前之所以能获得双神加持施展神技，是因为梦幻天堂本身蕴含神明法则。一旦你离开梦幻天堂这片神明遗迹，将无法再次使用神技，所以我给你留了一丝精神联系，在你需要时我会帮你，但是我也希望在梦幻天堂有需要时你能伸出援手。放心，只要你们需要，我一定在所不辞。大龙，我们要开始重建梦幻天堂了。刚好借此机会重新规划一下梦幻天堂吧。哎呀，你都一把老骨头了，就别折腾了，省得到时候扭了腰。梦幻天堂里怎么会有第三位神明的印记？什么？你是说梦幻天堂里有自然女神的神格？难怪魔神皇如此在意。看来魔神皇的修为已经到达了神的层次，才这么急着需要神格助他成神。还好这次有你们团队，才没有让神格落入魔神皇之手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孩子，你们阻止了一场人类的大浩劫呀。这只是太大了吧。对呀，咱们再练练。哇，你看这次烟花也太漂亮了吧。梦幻天堂一战，我族十余位少年天才舍身忘死，力战魔族，为我族打下了漂亮的一仗，现给予他们镇南关一等功奖励。我们的榜样！榜样！其中龙浩辰率领降级二十一号猎魔团，更是力挽狂澜，诛杀七位魔神继承人，守住了梦幻天堂。
又是龙浩辰这个大英雄，太牛了吧！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带回大量灵炉，让梦幻天堂站在了我们人类的战线。从此，所产灵炉将全部归为联盟所有。经联盟商议后决定，给予特等功奖励。银水晶，居然是空银水晶！不错，这是老人特地给你准备的。哎，空银水晶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没听过很正常，毕竟空银水晶已经遗失上万年了。一万多年前的辉煌年代，我的先祖巨灵神曾用天外晶石与自身神血融合，打造了七颗自带神力的空银水晶，镶嵌在巨灵神之盾上，使巨灵神之盾威力可开天辟地。但随着巨灵神的陨落，镶嵌在巨灵神之盾上的七颗空银水晶也遗落到了圣魔大陆各处。我原本的三颗还是祖上花费近千年才好不容易找到，一代代传下来的，这次又加了一颗，我的巨灵神之盾威力至少会翻上2倍。那要是集齐七颗空银水晶，巨灵神之盾就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了。不怕不止，应该还能召唤巨灵神。不错，没想到联盟居然给了我们如此珍贵的东西。哇，还有呢，你们看，灵韵血月、九级魔晶，这些宝贝我还是头一次见啊。这可都是有价无市的宝贝。哼，你小子先别那么激动，还有更好的呢，别等会儿兴奋的晕倒了可没人管你啊。到底是什么宝物竟然让六大年高层一起出手？这是猎魔统御令，值此令者所有猎魔团都会无条件支援，包括称号级。灵殿主，这份礼未免太大了。大吗？我们还嫌不够呢，毕竟比起你们的功劳一点儿也不算大。这次你们击杀了那么多魔神继承人，接下来的两族局势会更加复杂难测。龙浩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无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，我们终究会赢，对此我无比坚定。此次你能从梦幻天堂活着回来已属万幸，接下来好生休养一段时间。不，父亲大人，此行对我来说有超乎预期的收获，我反而觉得我有更多事要做。龙浩辰，你竟然连阿宝都能阻止，我得重新计算一下你的价值。父皇，宝哥他主动进了魔龙血牢，就算是九级，在那里也是九死一生。勇气倒是可嘉，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那就给我活着走出来。你的禁足还没有结束，好好想想你应该做的事。是。人类，赶紧销毁！母亲，
是不是只要我变强，成为父亲的继承人，就会来看我们了？说阿宝少主决定，是现任陛下和陛下一起会在意。身为逆天魔龙的太子，这份痛苦和耻辱都将化作未来的基石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将一切千倍百倍的夺回来。万一能降服血煞炼狱成我的东西，这血牢也必将臣服于我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各位看得那么认真，想必已经对扫码流程领悟于心了。大家光临圣盟拍卖场。本次的拍卖会只有一件拍品，哪位贵宾能够让他认主，就能带走他。请让我试试吧。哈奢后世，光明女神。神族，您的神剑终于重见光明。这一关是第一层的最后一关，通过后，我们就能去第二层了。好的。少年，欢迎来到第一层的玄主试炼。